大家好，今天提了一点稻谷，然后来问一下，这鱼塘里面养的十只鸭子。这别人的鹅啊，又在我家的鱼塘里面，要把它赶走。不然的话会跟我们的鸭子抢食啊。这个鹅已经赶走了，这个鹅不知道是谁的，赶走了又来，防不住它呀，估计这一次赶上去之后，下次它还会下来。这我们的鸭子上来了，估计是被这四只鹅赶上来的。下去下去。这四只鹅啊，赶到那边去了，现在又过来了，估计我人走了，等会它又会下我鱼塘。开心！这十只鸭子是放在这鱼塘里面，留着过年的时候我结婚用的。然后我家里面还有20只鸭子，都是留着以后摆酒席。现在回家了。宝宝，快玩！现在我老妈在做晚饭啊，这是上次捞起来的毛毛鱼啊，在油炸，里面还有好多虾。宝宝，下勺子。这一锅估计有200多条鱼。接住了呀！那个塔的，滚滚塔的。要不叫我给你玩哈？年糕你不就不来？叫我爹是爹来的吗？